就模仿让妈妈长翅膀，然后再让妈妈那个肚子里的宝宝消失，恢复原样。他不太想要，之前就说我不想要小弟弟或小妹妹。41岁的杨海波再次怀孕了，可他7岁的大女儿唐宝似乎并不能接受。反正他自己小孩他一个人独惯了，他还是不太能接受再有一个。在杨海波心里，一直认为唐宝是因为不想被分享宠爱才抗拒他肚子里的小宝宝，但事实上唐宝有另外的担心。担心呢有一点点，生二胎大多数人好像都会死掉哎。原来只有7岁的唐宝在大人的只言片语中发现怀孕了的妈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在胎儿3个月大的时候，一次产检 B 超显示杨海波的右侧肾脏上有一处大面积的阴影，经过核磁检查确认是肾癌。就是核磁给的结果就是肾癌的可能性已经确定了，然后他说那你这个孩子可能就保不住了。当他说完了之后我就其实挺接受不了的。因为拿片子一看就是很典型的一个肾上长了一个肿瘤嘛，然后治疗呢也没有太多的选择，需要把一边的肾摘掉。张征大夫从医界20年，对于像杨海波这样的肿瘤患者，他有一套很成熟的治疗方式，愈后效果也会很好。但棘手的是，这个成熟的治疗方式会对杨海波肚子里面的胎儿产生不好的影响，甚至有流产的可能。但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孩子那会儿才16周，太小了，然后当时我还是想法就是还是想保这个孩子。因为从肿瘤的治疗来讲，100%的是越早越好，它可能会因为怀孕期间激素水平的波动啊，或者其他因素的这个共同的作用，造成这个肿瘤暴涨。此时进行手术对于胎儿来说风险巨大，但是如果等胎儿出生之后再手术，肿瘤是否会发生扩散、发生转移、发生破裂，甚至威胁生命，谁都无法确定。除此以外，在妇产科主任杨慧霞大夫的眼里，杨海波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因为我当时觉得这病人除了他本身有肾癌以外，从产科的角度他也是一个高危的孕妇。首先从年龄方面，他已经是40岁以上的高龄的女性，同时他有剖腹产史，胎盘的附着位置呢也偏低。每一个高危指征的背后都是无数次前人已经发生过的凶险经历。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我的命不是很重要，我觉得我想把我肚子里的孩子的命保下来。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还是那个他的健康第一位的，我不想要这孩子的。我就劝他不让他要，他就是喜欢孩子。这段日子里唯一支持杨海波的人是他的亲哥哥。我觉得给我支持最大的是我哥，然后我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哥说让我自己来做决定，就是你可以用心出发去做你内心当中最想做的事情。这个孩子应该是他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这孩子的话，他可能就不会体检，可能就不会查出病灶。孩子长，瘤肯定长。刚才那个医生说可以那个观察几个月，那是为什么？我不同意，等到那么长时间，那么长时间你再长大了，但是我就怕手术过程当中对孩子有影响。孩子长他也长，他长得更快。经过很长时间的僵持之后，杨海波答应了家人先进行肿瘤切除手术，但前提是要保住腹中孩子的周全。躺下吧，头大躺着。好。咱主要看一下那个周围啊，有没有往外粘连的情况。好多那个孕妇是有双侧的那个轻度扩张。
我们传统上标准的肾癌的诊断的方法就是用 CT， 而且就应该是增强 CT。 他如果想保留这个孩子的话，肯定是不能有 X 线辐射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反复的给他做 B 超。深静脉压瘪了，深静脉，对，深静脉在深内段里是在压瘪，还不错啊。跟之前就是一月份，刚才我在那个机器上看了，把那个核磁吊坠对着看了，从一月份看就是大小，实际上没有。那我能再等一个月吗？孩子有结果已经出来了，还等还不等？这吧，我那边有个账号，你先去，你先去。我不同意等吗？那我先回去。尽管已经决定了住院手术，但杨海波始终希望自己能再拖一拖，因为他知道一旦手术出现意外，肚子里的胎儿没有丝毫存活的可能。要保住孩子的前提下切除整个肾脏，这对于医生来说充满了挑战。产科和泌尿外科的医生不仅在术前进行了详细的方案讨论，手术前日他们还都来到病房跟杨海波进行术前最后的交流。你好，我们是那个手术室的护士，我看了一下您的那个病历，甲状腺是有甲减。这个是明天手术要穿的衣服，您先收好了，然后跟您说一下术前的这些注意事项什么的。你现在来说的话，你这个手术主要的对孩子的影响是他对你是一个刺激啊，那我们就要担心的无非第一个就是这个过程会不会造成你孩子早产流产，会不会宫内缺氧啊，这个来说的话应该说是有一定风险的，就在孕期的这种手术，这种变数是不可控的啊。主要的这些情况大概就是这些方面，你看有啥不懂的吗？那就做手术我是主张，完了再一个呢，在手术风险的当中呢，就是尽量是保大人。嗯，这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啊，对对对对，您看那影视剧上保大人保孩子，不存在一个问题，一定是保大人的。嗯，不过呢，在保大人的前提下保孩子，也得保孩子。嗯，明白，这是大家一致的，基本一致的一个想法吧。那就是都这个目的，那我就在这里谢谢你。今天我们这个手术做的时候是不进肚子的，不进腹腔的。胎儿在腹腔中的子宫里，腹腔镜将从后腰进入腹膜外区域，将整个肾脏及包裹其中的肿瘤切除，最大程度上避免扰动胎儿。然后手术会有一些这个相关的风险得跟您说一下，也不是一个小手术啊，同时又怀着孩子，所以说会对这个心脏呀、肺脏其他脏器会有一定的影响啊，这个瘤子有可能会长到其他器官里面去。所以说如果这个明天手术过程中我们发现长到其他地方去了，可能会相应的扩大这个息肉范围。这个是刚我们谈就是谈的那些啊，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是没问题，如果有决定的话再说好。谢谢你。他一边讲，我这肚子里面，我这有一个神经就一直在，一直特别特别难受，一直在疼，有一根神经，这肚子在疼。你是紧张，坚强点，勇敢点。当天晚上八点，张真医生也特意赶回医院，对杨海波进行心理安慰。看一眼了，这心里也踏实。关键是，病人看见这个大夫，心里也踏实。特别是手术前头一天晚上，怎么样？大夫，啊，您过来看一眼。明天咱们不就那什么了吗？手术了。坐着坐着坐着，没有开会来着，下午忙完事儿，过来看一眼。准备好了？挺紧张的。今天签了很多单子，然后也说了一些风险呀、什么的，反正还是挺害怕，挺吓人的。到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别再琢磨这些事儿了，这些事儿交给我们来想了，是吧？好，还是这句话，第一，今天晚上睡不着就聊天，没关系，该紧张就紧张。第二个，明天早晨手术前，只要没这个麻醉没睡着之前，你都可以随时改变主意。
提出你新的提出新的想法啊，都可以，没问题啊。定了就不犹豫了。嗯，那就先这样，好吧？谢谢大夫啊，好，先躺下歇着歇着吧，休息吧啊。好嘞，明天早上再见啊。谢谢您，好吧？啊，好嘞，好，再见啊。哎，再见，哎，再见。哎，这挺负责任的。你好。慢点啊。嗯，这样，你这先掐点儿。叫什么名字您？哎。啊！核磁片上清晰可见的胎儿，让这台肿瘤切除手术的难度变得格外大。手术开始前，产科的贺英东医生也赶到手术室，必要时给予支持。还行吧，啊，没事，孩子这边我们在这看着，啊，好吧，谢谢。嗯，有几个原则，首先考虑肿瘤必须完整的，包括渗透进去之前都把它清理干净，啊，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手术是要安全。第一是保证病人的安全，第二在这个前提之下，尽量也保证这个孩子的安全。第三个呢，要做到这个微创，创伤小，本身也是病人也恢复快，孩子也更好。常规的肾脏切除手术往往采取折刀位，患者侧躺在手术床上，将腰部顶起。但对于杨海波来说，为了减小术中腹部对胎儿的压力，张征医生决定用侧平躺的体位进行手术。你侧躺的时候，你这个腰这个是个窝呀，是凹进去的，给人的阻力很大。不愿意冒泡了。为了不扰动腹腔中的胎儿，腹腔镜只能从杨海波的后腰进入腹膜外区进行手术，留给张征医生的手术空间只有常规手术的80%。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征医生用二氧化碳给手术操作的肾周区域冲压时，再次缩小了自己的手术区。就往里打气儿嘛，这个压力我是调低了的，平常要比这高。张征医生将压力调低了30%，这一操作减少了孕妇和胎儿对二氧化碳的吸收，但操作视野变得更加狭小，手术难度再次升级。局部的操作视野很狭小。你看，不愿意的踹了一脚，啊，有一个生命正在里边，只能在一起在经历这个过程啊。他妈妈睡着了，但这个孩子没睡着，他在那儿一起经历这个过程，啊，这个感觉也很复杂，感觉很复杂。嗯，他的脚在那儿少了一点。行了，我们开始了啊。这是一次极为艰难的尝试。而经过这样一台风险极高的手术之后，杨海波肾上的肿瘤能否被切除干净，他肚子里的胎儿又能否平安呢？后边的肾上腺，好，回来，往下点。这种肿瘤的手术最重要的是要切干净啊，肿瘤的这种无瘤原则。这次手术，张征大夫需要尽力将时间控制在半个小时之内，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手术对胎儿的伤害。我们之前在大家多学科讨论的时候，因为做了各种预案、各种准备，大家共识的有可能会对胎儿产生影响。第一个是药物，如果想麻醉药减少用量，就要缩短手术时间。那么第二个影响呢，手术尽量减少出血，当然手术时间也是越短越好。操作空间小，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少，每一项都是对张征医生的巨大考验。我们现在应该是到了那个肿瘤附近了啊。对，这是这根肾的最主要的一根大动脉。因为手术的操作空间不足，所以保护血管的难度非常大，操作必须特别小心。他这个心脏每次搏动出来的这个血，除了到这儿，还到胎儿那儿啊，还到胎盘那儿啊。静息状态下应该是每分钟4升，是吧？她怀孕了以后肯定不止这个数了。
这意味着一旦手术导致这根血管破裂，出血量会非常迅猛，几分钟内就会流进全身的血液，导致母子双亡。我挺痛苦的，他是手术，就是我心里挺痛苦的。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好像他遭受的痛苦我有的一样，有些挺难受的。等着手术做完了，哎，他人出来了，看着人咱能放心了。姑娘把遗嘱都写下了。其实，就是在做手术之前，我是写了遗书的。这情况可能我的寿命可能也活不了多久，那么包括我的孩子，可能我肚子里的孩子可能也活不了多久。说不可能那玩意儿，他说妈写一个吧，这玩意儿都不好说，他自己的他也不担心嘛，就担心我怕我的这个肾癌会转移，就是可能我的命就没了。其实我倒并不是怕我死，但是我其实还是想着我能让我肚子里的孩子也能活下来。因为做医生有时候其实也挺难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感性，那对于我来讲也为人父母啊，就是这种感觉我非常能体会，所以第一时间是一种同情甚至共情，然后让我有一种冲动，但是作为医生我必须及时要跳出来告诉他真的有可能会很危险，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儿。现在准备把肾跟下腔静脉之间连接的那个肾静脉也断掉，这肾就下来了，就游离了。来，大直角进来有点细，原因是什么？好，再来。我们用了10分钟的时间让这个肾跟身体已经分离了哈。切断肾脏的血管后还需要游离肾脏的筋膜韧带，但对于张征医生来说更重要的是要将肿瘤切除干净。这种肿瘤的手术最重要的是要切干净啊，特别是对周围的这些结缔组织啊、脂肪啊、膜啊什么的必须都完整切掉，残留了就容易复发嘛。所有肾周的这些油啊什么的都给它一块切下来，最后就剩薄薄的一层腹膜，这个腹膜不能破，因为这个手术之所以选这个入路就是在腰这边做，就是说腹腔的压力没有变化，可以破了以后气儿就进肚子了嘛，可能就会对这个胎儿啊对子宫有压力了，但是我又得保证把它切干净，所以呢就是薄薄的一层纸在这上面去切这个东西啊。整个剥离过程相当于把豆腐从豆皮中剥离下来，而保证豆皮不能破，腹膜一旦破裂胎儿将出现生命危险。此时产科医生和麻醉医生都密切地关注这手术的进行。尽量不要出现低血压啊，血压的剧烈波动啊。我现在离肾上腺比较近啊，可能有时候血压会稍微高点，因为多了一个生命牵扯在一起，所以心理压力其实很大，不允许你出任何问题。你生殖静脉拿点水冲洗，那我们也准备然后睡。好，对，现在已经完全切下来了，差不多20分钟，然后一会儿取标本呢，我们会把它装在一个密闭的一个袋里边，这样一方面能保证这个切口是最小，气腹压我又给它降了一点，所以就空间更小了，这装这标本还稍微有点难度啊。好深呐，然后瞟起来，嗯，另外的油也切掉了，都给我拿出来吧。哎，收收收，好好出来了。整个肿瘤都被包裹在肾脏中，肾脏的取出就意味着手术基本结束。我拿这个给他家属看一眼。做完了啊，
手术顺利地结束了，张征医生在手术台上和手术台下都为之克服了巨大的困难。你可以看一眼，这个是这瘤子啊，然后我可以抛开给你看看里边什么样啊。嗯，咱们看看病理吧，好，看看是什么类型啊。那你们在外边再等一会儿啊。好吧，啊，好。肿瘤虽然被切干净了，但是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的，确定的结果只能等待病理分析报告，胎儿的状况也需要进一步的观察。没有出血，没有出血，你说哪儿出血？阴道出血。阴道出血是吧？啊，回去小心点啊。那个手术虽然顺利完成，但是杨海波并没能守得云开见月明。此时的他并不知道，随后发生的一切将再次让他做出艰难的选择，甚至让他开始怀疑当初的坚持。是特别想要这孩子是吗？是的。你那个老大挺健康的是吧？是的。 B 超还是有一些问题，一个是他的左脑室增宽已经超过了10毫米的这样的一个介值，那么轻度的这种脑室增宽现在它是10.4毫米。孕22周，在排畸检查中发现胎儿侧脑室增宽，这意味着胎儿面临脑发育异常的风险，甚至未来发育迟缓的风险。还不知道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腹中的孩子又出现了问题，这让杨海波一家再次陷入了困境。其实今天知道了孩子不健康，其实还是挺不舒服的。尤其近半个月吧，就是他一直在我肚子里面，没事就会动，然后你就越会舍不得，越来越不乐观。这结果还是有问题，是我最近着急上火，都有关系啊。心态不好。然后把孩子给影响了，受不了了。那谁摊上这事儿呢？也是拿呀。昨天我就受不了了。不过我不能当姑娘面儿啥呀。那你说咋整？他现在更着急。那就是，你不都想生个健康的宝宝吗？要是孩子要是不干啥了，你就不能要孩子了。人家说脑部有问题的话，这可能就不能要这孩子了。我的个人想就不想要，这么想。那要是这样子的话，这个孩子还能建议要吗？现在这个肯定没有到说你这孩子不能要的地步，因为就孩子的这个评价来说，这不是一天拿着一张单子就能定生死，那也太粗糙了。还没有到最终的时候，盖棺定论的时候，然后就往前发展，往前走，一步一步做检查。20周了，26周加3，差不多。行吧，我们两人量的差不多10点几。因为41岁高龄，给他做了一个羊水穿刺，那个结果出来倒没有问题，但是小孩子神经系统的脑室扩张，今天刚做完 B 超还存在，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他最好做一个核磁来看一看孩子神经系统这个事儿能怎么。我们觉得你肿了，你还有一点贫血，这是孩子的这脑室还是。在杨海波的坚持和反复的检查监测下，孩子终于保到了37周。这边不疼是吧？嗯，没有太多感觉。你好，行，起来吧。谢谢大夫。我们班已经到37周了，还不错，监护还好。对，监护孩子大小还是跟孕周还是符合的。然后你那个颅内有没有扩张？没有再提示。孕37周，这是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医生终于确认了杨海波肚子里的胎儿是健康的，是正常的，是平安的。如果要这期间没有什么问题，可能就是39周也要给你抛了，也就
对于杨海波来说，剖宫产依然是道难关。41岁的高龄产妇，几个月前才刚刚做完肿瘤切除的大手术，剖宫产时又让她的子宫格外脆弱。宝没吃饭没喝水吧？没吃没喝。身上有这种感觉。多少不放心。那容易夹脖那边的。夹脖那边走。有点抖着的。放松放松，还没打麻醉呢啊。打麻醉了。生孩子这也是一道鬼门关，稍微还是紧张。打针了啊，等一下啊。二四六，直到二四。吸小孩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点不舒服，你配合一下，深呼吸放松，小孩出来了就好了啊。是的，行。杨慧霞大夫也已经来到手术室。他每年要做上百台的剖宫产手术，其中危难险重的不在少数，但是今天的这一台还是让他的心情格外不同。他作为一个在妊娠期进行上癌手术的一个病人，能够很顺利的度过整个妊娠期，作为他的一个保健医生，心里边很欣慰。能够保胎到今天，不仅是属于妈妈和医生的胜利，更是北大医院多学科综合实力的体现。但接下来的手术中，杨海波作为有剖宫产史的高龄产妇，还是有着很大的风险。那他毕竟附着位置偏低，胎盘又面积大，所以出血跟别人比是会增加一些，但更重要的是它有剖产史。上一次剖产瘢痕处呢，基层组织就比较薄弱，所以它有瘢痕，它的弹性就不好，孩子娩出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更容易出血嘛。大夫已经触及子宫，这个幸运的孩子即将来到人世，同时也意味着杨海波的危险马上就要开始。嗯，没事没事，不着急不着急，肯定出来了。慢点慢点，来，不知道怎么办。投递。正像杨主任提前预料的那样，孩子剖出以后，杨海波的子宫立刻开始出血。上一次剖产瘢痕部局部有一些地方基层是缺失，所以很容易出血。闺女，你的血管在这夹。还有血管。行了，不用了，干快就干快缝了。杨主任与助手迅速开始止血缝合，但是缝合的操作却进行的有些艰难。他因为那个地方暴露也不太好暴露。勒紧了吗？要再拿一根线把它缝。此时的杨海波对自己却没有丝毫的担心，因为在他的眼里，看一眼屁股，男孩女孩告诉我，来亲一下吧，恭喜你啊，热的地方啊。他手术的出血跟别人比，相对的稍微多一点。40分钟后，手术结束，最终出血量500毫升。杨海波呢？海波呢？你咋想？准备怎么样啊？准备好。你咋想？你生个啥呀？生个儿子。咋想？来，走。在外边就先不把这包被给你打开了，你先抱着，待一会儿看看宝宝。下午刚刚结束手术的张征大夫也赶来看望这个来之不易的小成果。
谢谢您。哎呀，恭喜恭喜恭喜！说是那个男孩是吧？男孩。你儿女双全了。哎，对。老大是闺女是吧？对。几个月唰一下就过去了。啊，一下就过去了。你说多好，真子也好，大人也好，得谢谢你。真的，没事，别客气，别很顺利，顺利就行。真的非常顺利就行。非常感谢你。太好了。嗯，那不是得亏你把他领下来，真的是。生产后第三天，杨海波可以带着他的儿子出院了。他不知道一直抗拒的大女儿唐宝会不会喜欢这个弟弟。但是我们那个老大比较毒，我说不好他会是什么一个反应，好像不太喜欢小孩。医院热点了。老公，宝贝。啊，天哪，天哪，天哪！是他，他，哎，等一下，我看看。哎，长得可像你了。你出生的时候也是小小的。哦，就像一个小娃娃一样。嗯。嗯，太小了吧，简直就是螺丝钉。宝贝，你知道吗？之前妈妈跟你说生病了，然后后来妈妈病好了，现在已经妈妈现在是安全的了，已经病好了，你知道这事儿吧？嗯，不知道。啊，不知道呀。那现在妈妈告诉你，正式的告诉你啊。我不是在做梦吧？现在他几岁呀？等他长大了，我就可以训练他呀。那万一他欺负我咋办？妈妈有事情，大舅舅会来帮忙。等你们长大了之后的话，你要有什么事情，小弟弟也会来帮忙的，是不是？小弟弟可爱不？嗯，挺可爱。你喜欢不喜欢？喜欢。肿瘤切除两周后，杨海波的病理结果报告已经出来了。还是一个，肾癌，是这种显色细胞型的癌。以后，复发转移的概率太低了。这个是中国人寿送给你们的关爱基金，希望宝宝健康成长。谢谢，谢谢中国人寿，谢谢生命源。画面上这个眉目清秀的小伙子名叫小康，是一名高三学生，家住在河南濮阳，立志考清华北大的他，两年前第一次参加高考，成绩虽然超过一本线59分。但是因为没有达到清华北大的录取分数线，小康毅然选择了复读。为了圆北大清华梦，今年六月他又参加了第二次高考。然而高考刚一结束，他就不得不住进了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的病房。因为这次他与清华北大之间隔的却是一个肿瘤的距离。都是难受，就是每时每刻都很煎熬的。不是说疼，睡也睡不好，难受煎熬。小康频繁说出这些字眼，让我们觉得他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更奇怪的是，小康会时不时的疯狂摇头。而且说话时断时续，咬字不清。我话这么更明显的是，他的腿一直在不由自主的抖动。安静的劲儿，可以强制性的，哎，坐会儿也行。但是，就是说长时间也不行。现在的小康，左腿不能正常用力走路，左胳膊不能正常弯曲伸直，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似乎也出现了问题。就是好慢啊！你看，你知道我。干啥事吧，天天就是醒了，然后就在数时间，数，一二三四五，就这样数。我知道我可能就是心理上肯定已经焦虑到一定程度了，然后我自己也就不敢察觉了，你知道吗？就是快要做完手术，知道自己要解放了，但是很慢啊，很慢。在小康妈妈看来，这些异常反应的背后，元凶只有一个。五一那儿，我都发现。
这个孩子他腿就是左腿左胳膊左腿有点就是说不受支配了，说话这个咬字也不清楚。住院就查了查查了查，开了五项检查，开查到第四项的时候就是说查出来就是脑部有一个就是说脑膜瘤着。就是这个啊，就是他，走路不稳就是他，你看看吧，好吧。但做完以后，争取恢复，争取让你不耽误上学啊。严长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的院长，救治小康，严院长格外重视。高考来说，这个对一个人的一生还是起着很非常非常是重要的作用。今年又去参加高考，是吧？他自己还有信心去参加高考。但是还能去考下来，应该说还是挺令人佩服的。虽然医生判断肿瘤可能是个良性的脑膜瘤，但是肿瘤长的位置却是医生们最不愿看到的。这个瘤子应该有六七公分的样子，脑干和小脑受挤压以后走路不稳，肢体活动没有劲儿。如果把头颅比作苹果，那么这个七厘米大的肿瘤就长在了苹果核上。它就像一个蝎子一样镶在了脑干和小脑之间，因为肿瘤巨大，已经把类似马蹄形的脑干挤压到一侧，并且严重挤占小脑的空间，小脑受挤压凹陷形成了一个坑。而脑干是人体的生命中枢，管控心跳呼吸功能，脑干一旦损伤，人就无法存活。那我本来想考哪儿吧，本来想考清华的，但是考着考着感觉不用那么高，我后来就定的是南京大学，但是600左右，但是也是有挑战性的。因为这个肿瘤不仅让原本立志考清华北大的梦想变成了永久的遗憾，甚至小康现在究竟还有没有机会上大学都成为了极大的未知数。现在知道自己的问题了？不知道，明天才知道，但是我不在乎，你知道吗？就是今年肯定要走，因为肯定考不好，只要自己努力了就可以了，但是没办法，我也接受，比较现实。1999给我要，考441这不是，上200下了吧得，200下300。我感觉反正他考得好，我都感觉无所谓，这不，我感觉平安健康最重要。现在脑干和小脑受肿瘤挤压，导致小康现在出现呼吸受限、肢体活动受限的症状。然而精神心理层面的症状是否也跟这个肿瘤有关系，这是小康妈妈特别关注的。因为在小康确诊患有脑瘤后，妈妈心痛之余更是对儿子的愧疚和懊悔。因为小康在一年前就表现出了精神异常，18年的元月号一直待到18年7月1号，整整的六个月在家待着。本来就是一件不该发脾气的事，他就对着我，他对外人对家人就是对着我发脾气，就我都认为这心里好像有心理问题啊。认为在妈妈看来，小康在最近一年表现出的痛苦和精神异常是因为高考压力引起的，所以小康一直在当地接受心理治疗，并没有去医院做身体检查，从而延误了肿瘤治疗的时机。哎呀，总而言之，我对这个自己的就是说感觉非常抱，对孩子有点，虽然这2年我也不好过，但是非常对孩子感觉对不起孩子。病人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啊，按说是跟这个脑膜瘤应该没多大关系，但是现在脑的结构其实非常非常复杂的。就是二者之间有没有一种联系，还是两个独立的病，那现在还不好说。他这个瘤子，咱们从这个影像学角度来看，瘤子比较深，比较大，而且在这个颅底部位呢，这地方可能是神经血管比较多的。肿瘤比较大，周边的平行关系，尤其跟脑干、脊椎动脉，这个包括七八对这个。螺神经、后的螺神经等等这些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呢手术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肿瘤生长的位置十分危险，不但挤压脑干和小脑，而且还包裹了众多神经和血管，
再加上肿瘤本身的血供就极为丰富，所以手术切除肿瘤，医生会面临极大的风险，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小康轻则变成偏瘫植物人，重则下不了手术台。怎么把这个脑干的功能、这个神经的功能保护的尽可能的完美，是吧？这是我们是也要特别关注的。咱这个定明天首付啊，但是说首付资金确实高，没其他太好的办法啊。其主要的风险呀、啊，也是怕昏迷，怕叫不醒，怕偏瘫啊，怕出血。像这样这种脑膜瘤，再考虑脑膜瘤可能性更大，它出血就会比较凶。不但有这个脑干，周围的滑车呀，包括动脉神经啊、三叉都在这一块啊，所以这个手术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啊。但至少考虑良性的可能性大，但是100个瘤子里边啊，会有个90几个都是纯良性，但是也会有小剂量的，包括7、8个的这种啊，偏恶性的。包括这个非典型脑膜瘤、COIP 都见过。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他的这个，假如100个，他会有几个会出现这种？不是，那看情况，看病例，最后到底爆出什么瘤子，得以病例为准。啊，对，官方签字啊，签名。写我的名字。对，写名就行。休息怎么样，晚上？休息还行啊。睡了，睡着了哈。12点睡的。那个分数不也知道了是吧？啊，多少分？400多，400多，行，这么多。分数线500多是一本，502啊，那啥是390多还是二本？啊，390多，那考的不错嘛。那个一会儿进去睡觉啊，睡一觉，到时候叫你的时候就手术做完了。嗯，好吧，那个填志愿什么填？这个可以填了，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管这事。啊，那没事，很快做完以后很快就好，好吧？嗯嗯。双手紧紧相握，既是鼓励，也是严院长对小康圆大学梦的承诺。你好，去了是吧？就是我。你好，要看你慢点。我晚的。啊。他的身体能都有啥？没吃饭，没喝水吧？没吃饭，没喝水，十二点。叫你那个哥哥给咱拍个照。拍照是吧？嗯。1、2、3。对，把鞋脱掉，你慢点。是，小事。鞋脱了，终于要手术了，真的，忘了。慢点。嗯。你们家成了。行，把这脱掉。加油，把脱了鞋，放进床吧。心疼，但是也不动又不行。医生说，可能孩子苏醒不过来，我就害怕。就说就跟自己还不如让自己做的，那也拿自己的命换孩子。上午9点，小康在麻醉药物的作用下很快睡着了。我们希望小康可以暂时逃离病痛的折磨，可是小康上大学的愿望还能有机会实现吗？因为这个手术难度最大的问题，它在于那个后颅嘛，它和小脑和脑干，以及这个从脑干上发出来的很多神经，还有这个供应脑的一些血管，会站得比较近。脑干是人体的生命中枢，因为肿瘤瘤体本身很庞大，与脑干的粘连十分严重。如果在切除肿瘤时，一旦稍有不慎伤及脑干，小康毫无疑问将下不了手术台，所以切除与脑干粘连的瘤体是整台手术中最危险的地方，也是难度最大的地方。神经外科来说，做手术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之一吧，是保命的前提下保功能。为了能及时掌握术中小康的生命特征，麻醉医生围绕保护脑干功能做了最强的尽责尽。发生危险时能第一时间进行抢救。上午10点时，神经外科六病区的刘瑞副主任首先上，他开始按照预定的手术入进行开颅。
手术的入口和路径选择至关重要，直接决定了肿瘤能否被顺利切除。因为这肿瘤的根在这里，我选的入口呢，就是我怎么来断根更直接，就更便捷。我从这里打开，直接对着根去，这样呢，我把根断掉，那就我就去解体。切断肿瘤的根，就相当于切断了肿瘤的血管，血管没有了，肿瘤的体积就会缩小，那么切除肿瘤的风险就会降低。所以，断根是整台手术中最重要的步骤。我给我一个。刘主任在小康头颅的右侧打开了一个7厘米乘8厘米的马蹄形切口。小康颅内肿瘤的根就在小脑目，肿瘤从小脑目长出，后瘤体像一棵树一样又长到了目下，而小脑目距离手术切口深达10多厘米，并且空间又十分狭小，仅仅只有2。经过刘主任1个多小时的开颅和游移，肿瘤终于暴露出来，严院长开始上台进行肿瘤的切除。啊，这里头长得挺刁，你看。严院长要做的就是通过这条10厘米深的狭长隧道，在2厘米大小区域里进行手术器械的操作，一点一点切掉瘤体，同时还要保证不伤及脑干、神经和血管，这就要求操作必须十分精细。稍有不慎，轻则会影响小康的肢体活动，重则直接导致偏瘫，无法苏醒。不是，这是根儿，这是那根儿，它实际是在小脑这个木缘这个硬膜下边。你看，现在我是把硬膜切开才能造瘤子的。因为这个瘤子是这就相当于瓦房一样，它这个瘤呢正好长在那个瓦房顶那个交界的那个区域，人家瘤子根儿就附在那个顶那里。这把那条线打开以后呢，把这个瘤子血管断掉。手术进行到这里，似乎一切都在按照预想情况顺利进行。严院长很快发现了一个异常的现象：出血，这出血很多，就因为现在一直断血供了，所以没直接去切瘤子去，我直接切瘤子更不行。这个瘤子就很供血太多。所以整个瘤子里面就出血很多，而且瘤子表面也是全是这个血管，还有从小脑上的一些动脉也有。这是不像一般意义上脑瘤的，看它出血多少，需要出血就出血麻实。它和这个脑干、小脑这些神经都站得非常近，所以给手术的难度就增加了很多。脑干了啊。还有是吧，还没断，对，还没断。不仅是血供来源这一个地方，这是我看到的，我还有看不到的，在瘤子背侧。把下一块呢，我只能把这一块血供断掉以后，然后把体积减体积，减瘤的体积。再来过。哎呀，这家太费劲了啊。这那粘的里头，那脑干粘的紧，和血管粘的紧。就在严院长开始减小肿瘤的体积时，又出现了第二个异常的现象。还挺硬是吧？你注意那个静脉上拉的静脉被进的是拉断了，是吧？这减容是吧？不是在血泊中去减，这时候呢，我的要求是快，还尽量快。但是你又切不动，所以这个时候我如何是又减少它的出血到最少，又尽可能的尽快的速度把体积减下来，这是对大腿的。哎呀，太费劲喽，来。因为手术空间十分狭小，位置又很深，再加上肿瘤骨头出血，这一切让手术进入了十分艰难的危险境地。那他出血多了就会休克了嘛，休克脑缺血脑缺氧，那就可能出现很严重的后果。嗯，对呀，那挺可怕是吧。因为肿瘤仅仅贴着脑干和小脑，
而且出血又影响到手术视野。在这种情形下，分离肿瘤极易损伤血管和神经，更重要的是，万一伤及脑干，那么小康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是一直在提心吊胆的，静脉又出血，看吧，一张非常凶猛的出血。静脉出血的，那就靠主要是靠压迫。哎呀，这家伙太费劲了啊！出血、按压、分离肿瘤，再出血、再按压、再分离、再出血，如此就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肿瘤的出血似乎无休无止。需要出血的抓紧输啊！不是肿瘤的血管，你给拉断了，给烧掉了。可能这个动脉的供血的区域会缺血，脑的血管会有脑的肿胀啊，变成分离啊、偏瘫啊。哎呀，拿来看看。哎，能压住也不错。你刚才那出的多凶啊！经过严院长一个多小时对肿瘤进行断根、舔脓、止血的操作，肿瘤的出血被渐渐止住。有点意思了，你看这都分边了嘛，舔脓分边了，已经看到我们看到希望了。然而，新的麻烦接踵而至，严院长发现剩余的肿瘤瘤体包裹了一根十分重要的血管——小脑上。他直接向小脑和脑干供应血，这一根动脉一旦损伤，小康就会陷入昏迷，再也无法醒来。为了让肿瘤复发的风险降到最低，严院长决定对包裹动脉的瘤体进行大部分切除，最后还会在小血管沾了一点点，沾了一点点就没有勉强就把它完全切掉，可以把它去试活。最后，严院长把紧紧粘在小脑上动脉上的无法剥离的微量肿瘤瘤体，用电刀通过高温湿活的方法杀死肿瘤细胞。看看瘤子，你不能随便下口，然后把它周围的处理好了。哎呀，这手术做了还有很有成就感。上天保佑啊，让这小孩今天能圆大学梦啊！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手术，小康颅内7厘米大的肿瘤被完全切除。哎呀，伙计！哎呀，哎呀，确实费劲。这书中呢看这个瘤的供血特别的丰富，所以这个呢就是脑供血丰富的脑膜瘤啊，还是这个血管外皮细胞瘤啊，这等正式病理看了。好，给家属那个说一下，那个来进来一下，我们说一下，这个瘤的供血特别丰富，大部分切掉了，就在血管上还剩一点点皮儿。所以把血管一怕损伤了以后，病人可能都醒不了，这都醒了，醒不醒都还不好说呢。因为这个病人正好在脑干，全迁到脑干上去了，这就是管清醒的，意识清醒的，肢体活动的，所以手术肢体活动会加重啊，病人醒不了，这种可能性都是很非常非常大的。反正这一关总体来说还算顺利。关颅后，小康被转到重症监护室，虽然肿瘤被切除，但是手术引起了惊慌，让严院长对小康术后的恢复十分担心。本身医学这就是不确定的一个一门学科，说是，所以他怎么变化真的不知道。这个小孩今年的这个大学梦能不能圆，那还是个大个问号呢。如何怎么样感觉啊？啊，来抓抓抓抓手，来抓抓手，抓手，抬抬腿，抬起来，好，伸直抬起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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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吧，放开吧，哈，行了哈，什么时候报志愿啊？有时报，啊？不是我报，不是你报哈？学啥？学经济啊？好啊，挺好的哈，手术做完了。挺好的，非常好，因为这是说实在的，非常高兴嘛，所以看到以后就非常高兴。我一开始语言没问题，是吧？说话跟或者反应没问题，视力跟或者眼动啊都没啥事，说脑干跟什么都是保护的，也是非常好的。我做完手术，
一般情况下我走之前下班之前要看看我今天做什么对病人，看一下病人就心里很踏实兴奋，就是觉得有兴奋来行。我说话不乱语了，是不是？不昏言乱语了。他那时候都想念说啥不知道。现在呢，大姐？现在我也没敢跟他说那么多，他自己也不想打他了。哦，自己不想打了，那还是挺好的。呀，真是呀，我都管要给人家跪了。稳当了吧？拿我的命去给我爸续都可以。很多人觉得我去做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我希望这辈子没有人记得我。我看到远方白云浮动，风吹过窗台，雨落下屋顶，遥远的星空，深邃的夜，旅途中的一万光年，我躺在洁白的床单，想起麦田尽头的那张脸，时光的列车悄声息，匆匆过往岁月。大呀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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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明前的星星，我还拥有这副身躯，我还拥有这副身躯，紧紧拥抱你就在今夜，寻找啊寻找啊寻找，因为遇见了，我说的不是铁道，就像你不上了。悠悠的路途远遥远，悠悠时间的旅人啊，我知道你终将一去不返。他来到我这儿了，是个缘分，我能保护他一生是一命。孩子特别懂事，我们不想放弃，能陪到啥时候就算啥时候。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吧。茫茫的人海，一瞬间。短暂的才是永远。我在这沉沉的睡梦中，期盼那明亮的今天。多少天没看见了？哦，48天。48天。我知道夜还有多漫长，生命有多么的迷惘。麻醉科到了。我天，行。你会在五月唤醒我。刘璐醒醒了，睁眼睛。
在丁香盛开的那天。我看到远方白云浮动，风吹过窗台，雨落下屋顶，遥远的星空，深邃的夜，旅途中的一万光年。我躺在洁白的床单，想起麦田尽头的那张脸。时光的列车悄无声息，匆匆过往岁月，茫茫的人海，一瞬间。才是永远。我在这沉沉的睡梦中，期盼那明亮的街。多少天没看见了？四十八天。我知道夜还有多漫长，生命有多么的迷惘。麻醉科到了，到了。我天哪！行。你会在五月唤醒我。刘璐，醒醒了，睁眼睛。在丁香盛开的那天。大呀灯，大呀灯，灯在呀灯，大呀灯，光明世界的寂寞，光明世界，我还拥有生命的火焰，我还拥有生命的火焰，紧紧握握你每个寒夜。顺顺利利的出生，健健康康的回家。找啊寻找啊寻找，这个一点漏都没有啊！啊，整个手术过程还比较顺利，好吧？太感谢了，好，谢谢谢谢，真的感谢，我们在一起，保护这些不容易。时间的旅人啊，我知道，我们终将抵达明天。感谢新浪微博、微博台网、微博纪录片、微博综艺、途牛前程无忧、蜗牛睡眠、叮当快药、塔图文学、闪萌互动百科、星河选角、茄子日报、茄子悬赏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